题吗？请。啊，就是我的女儿12岁半，然后呢，她平常呢，我们电脑都是放在公共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因为现在在家里上网课，平常用电脑时间也比较多。然后我其实一直发现她在参加 youth group， 就是 Friday night 跟 Sunday school 的时候，包括 worship， 她都就是上其他的网站呐、啊，对吧？那平常呢，他电脑因为都在公共的场所，所以就是用的比较少。所以那对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建议吗？你很有智慧，把电脑放在公众的地方，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建议。我们家里面从小也是。那当然我知道现在在上网的课呢，有的时候不容易，那我们要怎么样配合，让家里面比较安静，在上课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很智慧的。然后我想最重要还是先有好的关系，好的心情，然后怎么样去处理事情，怎么样跟孩子讨论，说啊，要让他们的意愿能够被你能够积极的聆听，我们刚刚说的哈。然后他为什么想要去看别的，当然好玩啊还是什么。那我们要定一些的所谓的界限他是在公众的地方，你要拿个拿楼上去掉吗？怎么样的课程的时候要怎么用时间？然后他想要看什么其他的东西？是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好的还是不好的？还是用多少的时间？这些都可以去互动，就像刚那个 Lina 老师示范给我们的积极聆听，然后怎么样达成一个共识觉得功课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的时间内容是什么，然后去思考这个当然还是应该有轻松，也有而且呢有一些可以一起做我们最近讲了一课叫社交媒体的怎么用法哈，有一个学习一个新的字就是说 alone together， 或是一起，因为大人也会也上网什么的，或许可以一起坐在旁边做不同的也可以，一起做同样的也可以，就是说怎么在当中聆听建立关系，然后有机会有点互动了解，这样能够希望他的心愿跟你的心愿都能够同一个方向去既定下来。嗯，对，那我的 comment 是，这跟其他所有你让小孩子做的事情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像刚以伦老师讲的很重要，就是你是他的朋友，那你是他的朋友的话，你们就一起做事，一起上电脑，一起学习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是朋友嘛。那没有朋友说都不管你，你做什么，然后到时候我讲说你就为什么在那边乱做啊，没有这样的朋友，对不对？朋友都是我们要做就一起做，要学习一起学习，这是重要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父母的责任是要把孩子带到一个成功的境界去，那这个是要有一个策略的哈，这是要有一个策略的。所以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有一个 strategy， 要策略。所以你的大的 picture 是你要小孩子，电脑是很好的一件东西哈，电脑是很好的一件东西，你如果用对了就很好，用错了就很糟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哈。那你怎么用对，你写下来，我怎么让孩子用电脑用得很好，然后你要他学什么东西，你自己想学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一个写下来。那要学这个东西怎么去看 YouTube， 怎么去看什么网站，哎，你这个把它写下来，然后看完了网站，然后看完这个 YouTube， 是不是要一起讨论一下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其实你是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的话，你两个都忙得不得了啊。那他不会去看他不要看的东西，你给他一个 strategy， 然后给他一个方向。就像我永远喜欢，我很喜欢用这个比喻，就是你要把一个很大的火车要推动的话，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放在轨道上啊，放在轨道上面，没有轨道你怎么推也推不动的。你放在一个轨道上面建立这个系统以后，你慢慢的给他推推推，他开始动了以后他就不停了，他开始动了以后就不停了。所以你在这个电脑的学习上面太多太多非常好的东西可以去学的啊。我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小孩子喜欢
美术，你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到网站上找到一个美术的网站，然后在这个电脑的屏上头不停的一张一张美丽的这个 painting， 这个以这个很好的 artist 的 painting 一张一张打出来啊，哎，他就开始做这个 project， 然后你就可以讨论说这个 painting 那个 painting 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他假如说喜欢这个数学方面，哎，我们可以看看 有哪些有趣的数学的问题啊，什么网站啊，你去找啊，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合作了。等他走上正道了以后往前走，他就不停了，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trategy 的问题，一个 system 的问题，然后一个就是用智慧解决问题啊。谢谢 Linda 老师呢。好，我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常常发生的哈，现在很普遍的一个问题。这不，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上课的时候开了几个窗口，我已经听到不计其数的父母亲反映这件事情。那在我们家当然也是，我想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你有没有在网络开会的时候你的另外一个窗口开着呢？有没有？如果你也有的话呢，我想可能开始是就是发现孩子这个问题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哈，因为在网络上不溜号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对于孩子的挑战极大，所以我想我们先接纳哈这个网络对人的这种挑战性，包括对我们成年人的挑战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哈，有时候我会特别，你像主日崇拜，像现在我在这儿教主日学，我女儿就她自己在，我老因为我先生在教会里，他要去到教会里面去，所以女儿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就有一次我就看到她，我看到她在同时一边听讲道一边做其他的事情，这是可能我不知道这位姐妹提出的问题是不是算是这个情形，所以我就心里都在想说，哎，祷就是从主日崇拜还要专心一点点哈，这个对灵命的损伤蛮严重，但是我在想说那。马上我们就去批评他，可能让我们的孩子就学会了一个游戏，就猫捉老鼠，你看着时候我就做对的，你不看着我就去趁着你不注意说做其他，所以我一直就是很不喜欢这样的管教孩子哈，因为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表面没有办法。后来我就在想我就跟我女儿停下，我也没讲她什么，我就跟她一起祷告，我想说我们到神面前去哈，那其实我是很希望父母们记得帮助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良知，对自己的这个良心保持一个柔软哈，有错的时候我们就到神面前去告诉他，没有什么东西是耶稣他不能够赦免不能够原谅的，先让他们的心柔软下来，不要批评，一批评他就对抗保护自己，然后以后后面就没有办法对话。所以第一步是先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就是说你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会分心，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先到神面前先求神来饶恕我们的过犯，然后我们再来谈那怎么去，你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管理自己哈。那第二步才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训练，我想第一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怎么样训练孩子这个能力，如果一个孩子的心是刚硬的，无论你撒下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呢，我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好，孩子也好，总是在神里面保持一颗就是洁净的心，然后这个心田我们就可以去牧养，去开垦，去播种哈。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呢，后面就很难做工作，这是我的观察。所以我如果是开始的话，我可能从神的这个饶恕开始，然后再开始去训练他的自我管理的能力。那如果就是借由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训练出来孩子自我管理的能力的话，那这是终身蒙福的事情。我想网络这个使用有可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我们可以去用，但是要在主里面一步步来。好，这是我的回应。对，谢谢丽丽老师。电脑学习，对，我说电脑学习然后怎么从电脑上头找资料，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像我们要学习圣经啊，哇，这个实在是太美了，这种 Google Search 都是太漂亮，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合作的。伊伦老师该讲。是，感谢主，真的是从心里开始哈。我们都知道箴言3:24告诉我们，
一切的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 Lina 老师、贾明老师常跟我们提醒回到他们的心，然后有柔软的心，有好的土壤，这样子才能够种下的种子呢就会也能够成长、然后我们以后讲这个网银跟时间管理就有很多这样的同样这样一个方向，怎么去自律自控，然后把时间好好用在正面吸引孩子在家庭美好的关系当中，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做一些负面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那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啊，丽娜老师，我们看再做几分钟答完就要可能结束好吗？好，有一个给蒋明老师的问题哦，那个微信我没有哈，那就你可以 text message 给我，因为我的电话号码上面有嘛哈，你就 text message 给我，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text message 交通，那需要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对，然后这个群里面的就把我们过去的课跟今天的都会回放放在这个群里面，然后李牧师李道宏你刚刚有人问都会在那边，然后你上了他的 YouTube channel 呢，你 subscribe 有就看到他所有的讲道跟我们跟很多其他的讲员有关于家庭教养的你都可以去搜索。 对，那个有一个特别的问题给蒋老师的，有关于父亲这个孩子哈，你的我不知道孩子多大，我觉得说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孩子一定要参加一个 team sport 哈，在美国有很多的篮球排球足球，而且一定要从小就开始哈，能从小就开始一直能够打到大，那到最后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方法去结束，有的时候他是没有时间了，有的时候他不喜欢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筛选越来越严格了，到这个高中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才能继续打下去啊。不过这个 team sport 打了几年以后对他的个性，因为 team sport 有几个好处啊，就是一个很有纪律，他一定要去练，他很好玩，他很喜欢去练，然后很多朋友他很愿意在那里练，然后那个教练都很好，而且他们打的目的都是想赢嘛，从来没有一个球队想输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这个 team spirit 就出来了，那他个人的这个气质就开始变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天生的都有一个要赢要成功的个性啊，那基本上是一定的，很少人你小孩子说你们哪一个将来要做一个失败的人呢、啊？他不会这样的，都想说什么你问他写志愿都是要做总统什么医生啊什么律师啊，都是要做大人物，对不对？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说一个 team sport 是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个 strategy 很重要，就是你要给他一个 expectation， 你到底希望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过成功的定义是把他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然后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他要知道成功的人做些什么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他不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事看起来什么样子，他怎么有成功的目标？没有成功的目标就没有 motivation， 没有 motivation 他就很难自动自发，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给他像我讲的，你可以给他一些伟人的自传书籍去看，然后你常常要提说你看某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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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做的多好，那个做的多好，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 Christian， 很成功的 ，OK， 你就给他讲了，那他们就慢慢的耳濡目染，他就会开始自动自发了。那耳濡目染一自动自发，就像我刚才讲的，火车上了轨道，你都不用去管了，到最后你根本追都追不到了。他那个汽笛一响，那个引擎一发，哎呦，那个是真麻烦了。到后来有时候他不想睡觉，都要读书，你就麻烦了啊。不过那是good problem to handle 了啊，就是这样的。对，好，所以蒋老师有一个是有关于父亲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青少年的灵修哈 Lina 是吗？我们就或许就可以结束了这两个。好，